真心不是我杀的。你不会拉我去了？这是我欠你的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哎，你才是想打闹中女人。你如果认为我们的友谊已经超过界限，那我就到此为止。我们一定要结婚。他父母这不能不同意了。干爹想。我为该这么的来发个大财，就没看我的电影。国内影坛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巨星，他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，同时荣获金马奖影后以及亚太影展影后。Come on.